尤其是周恩来，你要别忘了，他是中共最大的特务头子，他所有的人，他控制着8341多少年。现在唯一活着的宋平是他的秘书，你们别忘了，是吧，菲菲？共产党真正能抓人、能配枪的，身边的就那么3-5个人，是吧？他们干死谁就干死了，外面那些投票的、扶起来的，什么江泽民、徐才厚、周永康啥的，都扯淡，是吧？这都是假的啊！他们那里面就那3-5个人，他们决定了谁来当这个总书记，谁来最后利益分配。但是到了今天，已经没法他们再平衡了，他们一定最后的就是内斗。但是在内斗的时候，不要捎带上这么多的老百姓。你们这帮孙子，对吧？我再说一遍，共产党，你们的内部，你们知道华总讲的哪句话？所有的意思，所有的内容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没必要去这样拿着老百姓几千万人的生命啊，来去做这些事情。包括军内很多人肯定不同意打台湾，这是我还告诉你们啊，一定是这样。